Wow.
来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我的心意要好好收下哦。来做点开心的事吧。好哟。美丽的女孩子什么都能做到。
朱火英杰。来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来点浪漫的气氛如何？这么盯着，我会害羞的。
你们没事吧？还好，我没有来得太迟。不，嗨，鹰，这是鹰，一般企业员工，工作似乎很辛苦，每天都很晚下班。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妹妹，擅长剑道，黄金庭院的住客之一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至于凯文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
来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未免定自作死于心，假借假要挟，不听你结局的余乐，以此消逝，怀疑他们身上的东西都将由我看护至终。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Thank you.
想到能在这里碰见其他被困的人。看来上天也不忍心看到一位伟大的演出家葬身孤岛呀。你是？哎呀，这位观众，好歹我们也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那么久，你竟然不认识我？多关心一下你的同居伙伴吧。这是维尔威，是一位魔术师，虽然也是黄金庭院的住客，但却是闭门不出三人组之一，所以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他。我猜你们也被困在这个洞窟里了，对吗？是的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不用担心，早在你们到来之前，我就已经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一条可以出去的密道。哎，密道？哎，真的吗？当然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跟我来吧。
来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啊，到我了，要出发了，来个战队，这是树玫瑰，加油，好爱，好罐罐头，你可减肥了。小心，天上要掉猫了。小心，天上要掉猫了。嘿，来庆祝一下吧，罐头。
凯文，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？赢。这位就是凯文了，一位普普通通的 IT 青年，在普普通通的工作中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经过苏的介绍，如今也是黄金庭院的住客之一。凯文，你没事吧？穿着泳装坐在冰块里是会感冒的。总之，先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洞窟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呀？凯文，难道说你的课题是？站住了。啊？站住了。后背、手肘，还有，总之，全部都站住了。有劳了。来，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前进，
封印解除。总觉得睡不醒了。只是这样的敌人，并不值得紧张吗？
Thank you.
来，让这里变得更美丽些吧。来做点开心的事吧。逃不掉了，送你一朵花。谢谢，逃不掉了，送你一朵花。报告就写非常简单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看到没有？没想到凯文还挺有喜剧天赋，不错，有被笑到。啊，知道负责剧本的人是艾莉西亚后，我就猜到会这样了。好，听起来你的剧本里也有类似的爆笑场面，给我讲讲，乐一下呗。千姐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也快登场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在下一个章节。哼，别跟我提这个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的角色好像也非常有意思呢。多嘴。好吧，我不提了，但我会好好期待一下的。